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多看到他们年轻球员的成长，是这样在一系列的那个对战里面才可以保持更好的。这边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年轻了，志群怎么看今年领航员他们重返季后赛，这批年轻球员他们会在季后赛散发出什么样的气质呢？因为就如同刚才赛前讲的文森他也提到，就是领航员他超爆，我过去也看到他这个补篮跟进篮板球然后直接放分的这种能力也不错，又一个三当关好，这个传球小白直接找到跑在最前面的 Washburn， 高的张镇雅抄到，小白拉开又是 Washburn， 同样再切一个，两个人连续的眼神交汇，像塞瑟夫球再交给洪凯杰，四十度角的外线有凯杰两记三分球，先打先发非常的奔放，塞瑟夫四十度角的外线进，哇哦，上来了，好让整体的攻势比较稳定一些。对 ，Washburn， 丁恩迪不错今天有手也有攻，给的空间，球导动相当快，所以对于不抢手区域的球队来说，几个传球的。勇士队目前所有的进球 field goal 都是三分球，李家康在罚球线前面一步。单手抛进，再来一个吗？洪凯杰，哇哦！单场个人的第三个，团队的第五个三分球。哦，富邦勇士真的很不好去防守，防守住他们不单单是外围的火力也好，或者是他们在内线的进攻，内外都可以结合。Andy， 而且也没有因为对方投进了五记三分球，就在防。主要是你撞到碰碰的安全气囊，要不弹开也蛮难的。对，好，陈佩后给赖廷恩找到了外线的机会。现在勇士队已经反超一分，强森拿了就拔在弧顶位置，一个防守形式那当然是要针对对方是没有外线的情况下可以这样使用。是五成，但对方实在太可怕。哦，地板上陈玉瑞球又被他拿到，再给 Washburn。玉瑞相当的拼 ，Washburn 这两分要谢谢玉瑞，要守得住才行了。对，对，接到禁区的地板球危险发生失误。今天第一节勇士队失误就是稍微多了一点，最后一秒钟，哇哈哈哈！抛向篮筐，施静瑶，强森跟谢宗荣来固守禁区，三分球成分不耶，还可以稳定的表现。对，这需要时间慢慢去沉淀去消化施静瑶。史伯恩在底线转来转去，结果投进了三分！哇哦，今天廷照前场一个三打二的机会，廷照选择右边，陈帆上来 N 换了，现在好像回到人盯人喽。哇，陈范博彦今天无所不在啊！哇哇哦，所有的技能包都秀出来了。对，哇，那接下来富邦勇士在季后赛一定会真的非常可怕那整几个小将、年轻球员他们在球场上的表现都已经慢慢越来越进步了。要没进，又要长驱直入了，策马入林 ，Washburn triple play。防守苦攻，比如说打火锅或抓篮板的话，也许他们真的可以继续用这个丹阳来互相轮替。是，前听到的这记外线让勇士队上半场的三分球投中数已经来到了十个了。哇，对，迪恩迪他的护框能力也很好，所以然后他在左右两侧的协防的位置的距离也很够，很是。而且他们就算赢了那一场了，隔天他们要赢梦想家六分以上。张镇雅。三分线今天手感非常好这一次领航员特别设计了一个战术给镇雅那这一次他也把握到了。凯杰，我也是雄鹰的所以有时候看凯杰在投篮的时候还真的蛮随性的，只要脚记得勾的话应该都会进50-48这段时间领航员的得分有点停滞，跟前一段的勇士有点像，还有一分半钟结束上半场，加康带到底线，突然间拔起来就是一个三分。加康这一次的出手非常有自信，而且他透过一个挡拆一个 mismatch 的时候，他发现 Johnson 没有出来外围守他，他就直接出手。
两队的三分球都非常的火烫。廷恩现在是五打四，好，最后球是来到最烫的洪凯杰手上，上半场第五个三分了。小白给丁恩迪，丁恩迪尝试外线没有，篮板球 Washburn 拿起来之后要硬打来一个勾射游，连球技都不约而同呢碰到一些麻烦。那张镇雅一开始就碰到了所谓转型的麻烦，那陈范博彦呢则是因为他们的定位很重要，当球队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定位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方向，那这样子进而他们就可以成长得非常快。哇，三分外线是 Andy， 不影响到整个比赛的节奏上面，觉得还是吹了一些判决，是哇，小夫不硬啊，从加上这边把球要回来勾射得分，面对小夫的防守不是那么好出手。对，好，凯杰绕出来接球，哇，经由塞瑟夫的掩护，因为他在禁区现在都有洋将，对，反而是面框的攻击，我觉得是他可以先开发的。哇，富邦两位七的常人，他们在外线啊的稳定度一直在成长的情况下，李航员的防守的阵势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做太多的改变啊，能不能直接衔接一个国际赛，这个都是我们之后要去评估的地方。今年呢也因为疫情现在已经是等于说完全离开我们了，是啊，张镇雅的三分，所以还有大家期待琼斯杯终于可以复办，对，终于可以复办了，这也是我们大家就是很期待的一个杯赛。对，第二个，这个传球有点危险。好，马上拿下来之后，哇，这个出手，裁判认为他另外一只手有动作。桂宇，哇，俊翔今天只有一个三分球，得分并不多。这个传球不成功之后，自己拿回来投进两分。又回到两分差，转移到弱边，周桂宇顺势开一个后门，哇，这一次两个人小组合作是搭配的非常的好，而且非常有默契啊。桂宇的进步啊，这以前在师大的时候是智群的球员啊。对，桂宇他在赛季的后半段啊更久，就是说他要懂得去怎么样去掌控这个时间。对。哇，这个球给的漂亮啊，廷照。One meal a day。周桂宇三分线出手 ，man。两节之间其实冷掉了哈，这个身体。确实在时间上面稍微长一点点，但是。廷照，桂宇会不会因为没有计时器了，所以打的节奏更快？哇，桂宇一个假动作骗起两个人，这个篮板。廷照瞬间的加速，跳起来就有，哇，在这节他的中距离非常稳啊。对，现在手加最后两场也只有19场，对，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规定的门槛，比较可惜。不过现在我想所有。廷照一个眼神的假动作，结果自己上篮。Lopez 位置卡到，对方也不犯规了。对方在前两波的进攻都是非常的急躁了一点。凯杰，哦哟，在都市里面开小车啊。哇，一下是廷照，一下是凯杰啊，这两位锋线他们在进攻的手段上面真的是非常的一个流畅。洪凯杰生涯的代表作就在今天了，这是他生涯第一次得分来到20以上，文成吊球。Washburn 三分线投射有，双方在第四节第一个三分。好，看这个切入，大汉又交给 Andy， 双手暴扣，受到点干扰。
剩下不到四分钟的比赛，再给 Andy， 哇，连续的暴扣，凶啊！哦，稳定上场的时间，对。哇哦，这个大转身，两分拿到，大汉。哇，大汉这个。再给 Washburn。现在两边的身体接触很频繁哦。哦，陈立焕两分很关键的。现在陈立焕负责防守洪凯杰，剩下五秒钟，周桂宇，哎，这个球没给好，近距离的传球，营造发生的失误，第一球进，先拿下24分。华盛顿另外有11个篮板。第二球没进，哇！哎，裁判说进场过早，哇！这个时间的进场过早很敏感呢、啊。篮底下是陈秀慧，裁判给了一个进场过早，得到多次的罚球机会，有。所以现在差一个三分球，守下来的话，李航运还有时间的。对，大概他们自己还剩9秒。但现在李航运不能有犯规的一个动作。对，他们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对，但是时间最好不要。对，最好不要。哎，这个球给进去，小布，哇，最后旋进去了，差一点点放枪了。另外传出了3个助攻，刚才那个助攻也非常关键。最后10几秒钟，张镇雅被换上来，但是 Washburn 的球有点危险，再拿回来切入到禁区得分，剩下4.9秒。在场上罚球命中率都算蛮高的了，那他们也李航远也没有选择要犯规了。嗯，这时间也到了，所以裁判先讨论一下，是不是在时间到之前这个哨音先响，因为这边的计时器大表是没有办法显示的。大家都还笑得出来，因为这个如果是季后赛就笑不出来了。是因为在第一拍，Washburn 他是没有打算要犯规了，他想要让时间走完的、嗯。对，好，那就让洪凯杰继续来写他的生涯新高。哎，第一球没有罚进，而且还有0.5秒。那0.5秒，其实领航员还是要来抓篮板，就随便一丢啊。是，如果抓到篮板的话，是因为富邦现在已经没有人要抢篮板了，所以洪凯杰应该不要罚进。罚进就没戏唱了、啊、就是你就算甩进也是差一分，也差一分。 对， 對，好，所以洪凯杰呢这场比赛呢是拿下了22分，写下了他生涯的单场得分最高啊。另外我想在下半场不管是周桂宇或是简廷照啊，他们在球场上呢虽然算是年轻的球员，但是也把比赛的节奏给稳定住了。